乖孙呢？要来去投行。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使用牌照税。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。收到缴款书后，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 QR Code 就可以马上缴纳。还有信用卡、ATM 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选择的。乖孙呢？上车，带阿妈去兜兜风。多元缴纳不卡关，一路顺畅，安心 Go。